降咗啊！降咗，降咗，降咗啊！佢叫降咗啲啊！係啊，已經降咗，因為戴緊帽咧，眯埋眼唱歌，肥嘢肥嘢好暈。咁樣唱降咗，三點鐘仲開，仲曬力去唱啊！你原本那個是，因為我腐蝕了呀，你有冇？因為昨天晚上我才聽一次啊，因為我們雪川你們兩位上來這樣子，白天我聽到。一人一半在我的节目嘛，然后晚上我们的啊夜里面的时候，玻璃少嘛，那铁铁真的对你腰斩毛毯那样子啊，那我觉得一样高呢。没有没有，其实为什么他不降 key 来给我录这首歌，是因为当时我录这首歌的时候是两年半前，那时候我声音还蛮高的，然后就老了，编好了那个发育了之后变低了，因为我觉得声音是会收紧的，人就是越长大的时候。所以当时就已经录好了那个版本，然后后来就两年后真正要发了，那首歌就在挖起来。哎，那 Eric 就跟我说，哎，嘉威你还可以再试一下唱这首歌吗？我说好，你高 key 的高 key， 所以一直在盯完它。OK， 那平方你一直讲的舞台上就是唱这首歌，那个时候你是收紧了吗？放弃了，就因为拿奖很开心啊，很开心，就忘记哪里应该假音，哪里应该真音。对，我只记得你是很激动的，我台下我和我的同事坐在一起，就也是很替你开心。对，因为那时候就大家都。因为我刚发片一年，然后期间很多事情在发生，然后后来就有一个奖项肯定，就拿奖的那一刻就觉得一切都值得了。嗯，虽然我原因是2018年学奖的国际组20强之一，对，然后你也是凭着你的首张个人专辑呢，夺得了新人奖音奖。对对对，谢谢。Okay、好听，这首歌真的是很好听。那美琪你要保重了，因为年纪大会收紧你，你比常人早啊。低沉的，越来越低了。所以以后我就可以就是找很低。你可以半杯的。我都唱男生的。不用唱。其实真的，美琪的声音呢，虽然不是高音那种，但是你有点那种魅力在那边。我知道了，以后我们开第一的时候，我可以跟你组组。没有。入心组合。入心哦。那由于呢，我们的本月星啊，其中一位是很有气质的陈绮贞。是。那今天美星也要挑战这首歌。对。气质方面没有办法挑战啊。这首歌就尝试那个歌。本周排名排在第9位。对。这首一杠的。一杠。一杠。Yeah, yeah.